藏菜的特点就是，我认为是很天然、很纯真，没有任何加那种，也不是人工做的。我们藏菜的原材料大部分都是野生的。When you land in Lhasa and ask locals where to get some delicious Tibetan food, they'll tell you. Makye Ame, Makye Ame, Makye Ame. If you know nothing about Tibetan cuisine, this is the place to go. 我叫 Tenzin Dundrup， 我是来自西藏，现在在Makye Ame做主厨。我们藏族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高原地区的。With an average elevation that soars above 16,000 feet and winter temperatures that drop well below zero, the Tibetan Plateau is one of the most inhospitable places on Earth. It is hard for most crops and livestock to survive. But there is one animal that can survive these conditions and has become crucial to human life here. 牦牛呢，对我们西藏人民非常重要的，牛奶里面是做好多种原材料嘛。牛粪也是，我们藏区烧火的，烧水做菜什么都可以，它是特别的干净。藏区的牦牛肉，它本来就是西藏的一个高原之宝，所以叫那个菜取了一个名字叫高原之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藏餐代表特别代表性的一道菜嘛，它做法也是很简单，改刀了以后腌制半个小时。只要一分钟吧，反正半熟半熟的，然后在它做出来的效果呢，特别的嫩，原汁原味，就这样，很简单的。然后在我现在就那个肉里面，特别说是那个牦牛肉里面，牦牛的最好的部分里面选出来的，还带着一半是肥肉，一半是瘦肉，可以说是那个没有牙齿的人呢也可以吃这种肉。还有另外一道菜叫鳕鱼珍宝，那是一个素食，主要是那里面原材料是人参果为主，有人参果、酥油、奶渣，这是我们藏区的最珍贵的原材料。内地来的游客那些酥油味太重，我他是受不了有些口味，先把酥油里面放一点蜂蜜，还有那个人参果跟玉米是一个配料，它是一个颜色的，好看一点。然后在玉米跟人参果，生粉在油里面炸完了以后，酥油、蜂蜜，然后再奶渣一起炒一下。然后在上面浇制的是牛奶跟蜂蜜来浇制的，特别那个酸味道就是酸甜的。然后这牦牛对我们西藏平时生活也是特别有帮助的。牦牛呢是我们那边可以说是半野生的嘛，半野生它吃的就是冬虫夏草，喝的就是山泉石，然后在它的肉是相当有营养的，所以说是藏族人吃的肉是那么多也是很健康不生病。见到牦牛，特别是一群一群的，我心里面是很高兴的，特别舒服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是那个牦牛也是我们高原的，也是一个高原之宝嘛。